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五弟老儿，碾碎！海隐炸弹人分女儿，分女儿比较扛特，我们比较烦人。咱不是找投降，投降找模块删除，投降不是让你乱发起的。投降是为什么发起投降？因为确实五个人觉得实在没办法打了，觉得肯定是打不过了，那是30-10，那打不过了那投降那也正常。打一半打好好的，32-30，你来我往打的挺好，哎，投降投降投降，投啥呀？快打呀，那个鱼吃药 ，EA 再 A 再 A， 闪现瓶 A 接点烟。EAQ， 抽一下，这猴二级爆发还是不行。你像落手那种英雄，这鳄鱼敢这么玩，我直接瞪过来一个平 A 就 W 再 A， 他就直接半血就没。二级爆发不够高，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在这等一等啊，空一波线，等一波鳄鱼。天意破骸骨，没意到。Q 破，哎呀，短了。意破骸骨，还也没来，可以接受。先 Q 一下 ，E A W 再 A A， 这鳄鱼已经把 W 给放了啊。他尝试这波能不能击杀？小尝试一波，先吃药。W A Q E， 他那一个 Q 给我回了多少血？哇，刚才这个 Q， 我靠，这一个 Q 回了200多！哎呀！真让人难受啊！那一个 Q 回200来滴血，我操！我感觉血量都差不多了，啪一个红怒 Q， 这跟征服者没关系，主要是 Q 回的血有点多。没事儿，打下没啥了就没啥了，我也没教技能，关键是
我算着他 Q 的 CD 应该是马上好，我也感觉血量差不多了，我刚上他好了。出啥呀？哎呦啊，875。来875。来呀鳄鱼一上来。哎呦我天哪，你可吓死我了。你打得过我吗？啊，哎，这凯隐干嘛来了？我得跟他打一打啊。我这得跟他打一打。不过这波凯隐赚了，他摸到我了，他摸了我好几下。回家，他摸了我好几下，他就能变身。我刚才刚玩完凯隐。我知道凯隐这个英雄得摸人。不过他变蓝凯的时间应该不会很多，因为他没有去摸那些 ADC， 他摸的是我。自我塔皮，哎，没吃着，没吃到，去红 buff， 你八分钟不去凯隐红，哎呀，算了，不要，我要。我估摸着这个凯隐呐、可能是要打红了，我先插个眼来。去中路先把炸弹人杀了吧。哎呦我，暴破鬼才，好打吧牛，手抖了吧。1200滴血，完了，刚好打完。我今天不 Q 你一下吗？三秒等个 E， 上路收兵。真能推呀！你咋那么能吃呢？你吃我三层塔皮，我靠！回家，凯隐报复来了，先出个三项。他又赚了，他赚不了，我四个人头，我吃他两层，他吃我三层，他比我多一层160，我比他多仨人头900块钱，他怎么的他也没我赚。我就杀一个人，他吃两层塔皮的，一共才五层塔皮。那凯隐咋变身变得那么快呢？啊！
真是不省心呐，就没有一把，嗯，真是没有一把，上把就瞬间能打成那个熊样。不行，我得把这鳄鱼杀了。注意我这波细节啊，过多的就不给你讲了，但是注意刚才这波细节。有闪现吗？你370，我370，希望他没有闪现。嗯，这个样子就应该是有闪现了。哎呀，差一个小兵升级。我想想出什么装备吧。幽梦收集者，1000块钱，发财了吗？这不。4秒死，3秒，2秒，哎呀，我的人头！给我守一下上路，脱落了，咱赶紧拆呀！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！赶紧拆，赶紧拆，我赶紧给你拆了。我操！这完了，这进入了我的身体呀！你为啥不给我大招呢？你这让我咋上啊，兄弟？哎呦！怎么不给我大呢？你给个破维恩这大有什么用？哎呀，真是，简直了！先出收集者，再出幽梦。这把不能说是没有虚区半右，不行。我撑死最多出个蟹手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你为啥炸弹人都搁这都骑脑袋上拉屎了？这炸弹人还不杀？你就硬让他把二塔给拆了，我操！老螳螂的，你看着吧，这螳螂还得拿我红。螳螂这把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该赢的人，知道吗？你就该赢。
这就该你赢。你看，这八条就不该赢。别急上啊！不要着急上。可以，直接先把他秒了，不着急上啊。小龙可以要。我看谁敢上来。真敢上啊。继续追，这鳄鱼跑不了。把小龙打了，回家出幽梦去。你干哈呢？你怎么想起来找我打了呢？死亡之舞吧，死亡之舞可以出。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！我鬼刀一开看不见，好走位，999。让我来看一看这金克斯去哪里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这里有没有眼儿？不知道。哦，这里有眼儿。我看这眼儿谁敢排啊？哎，我连个破分女儿都秒不了，天哪，头痛啊！救一下！哎呦呦呦呦！啊！哎呦我操！死亡之舞，死亡之舞得配个血色。维恩死的也有点快呀，维恩。他们家会不会打大龙啊？看一眼大龙吧。我就瞅一眼啊，打的应该不会那么特别快。看看路上有没有眼儿，如果路上有眼儿，说明对面在打；路上没有眼儿，对面没不敢打。嗯，还行。他把红拿了，把他杀了。
我们可以尝试大龙，确实啊，我们这波可以打大龙。我蹲人，假装走啊，去打。不好打呀，小龙吧。这鳄鱼咋那么能带呢？你要干嘛呀你呀？啊？你要做什么呀，兄弟？没完了！下一件装备出什么呢？我想出这个。就出这个吧，挺好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把那个鱼杀了，过来来。无限带线儿。这边要打大龙，不会打得很快。去瞅一眼来，这发条被人抓了，挺难受的。应该是搁那儿打去了。这波我们要么丢大龙，要么丢高地。啊，没打，等一会儿来。这露露连个屁都没放出来就死了。打不了他，先把这鳄鱼杀了，闪现了，可以中推吧。这鳄鱼不打我呀，这鳄鱼，这鳄鱼就追那螳螂，一直追，一顿追，硬追。差200块钱，100块钱，把这鸡打了吧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要是能再出一件装备就好了，要能再出一件装备，出一个春哥或者是蟹手就好了。来，
鞋不要了，鞋跑得慢，得要鞋。我要想进场，其实不是那么很好进，有没有扫描？扫描有没有？扫描眼儿啊？这队友都跟着我干啥呀？你说？找机会呀，没地方去呀，关键是这对面也不出来。不行，跟那鱼我打不过他，他太幼了。剩俩双 C， 哎呀，这双 C 打不过人家上野，我操的！大龙不能掉，没事儿。小龙可能没了，大龙掉不了。我也换不了装备呀，我没东西换，我只能这样出。拉倒吧，给了吧，没事。我们现在就是啥呢，除了这鳄鱼都能打得过。快来大龙扫眼，把视野早点排干净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，早点打。Oh no！ 不打了，算了，没蓝了，发条还打啥？算了，我换个春哥吧，不换春哥不好赢啊。勾引我，他在，他有沙漏，左边有眼儿，或者是线上有眼儿啊。哎，拖一拖吧，拖一拖也行，其实也不急。我们家后期比对面厉害。维恩都三件套了，那对面的 ADC 也才三件套。基本上维恩配合露露杀个鳄鱼，螳螂收割收割，那凯隐小控一手，我前排直接杀三个就完事了，这都随便打。
冰刀换黑切，破甲不够，没有那种就直接一波爆发那种破甲，你知道吧？黑切来破甲来太慢了，这海隐咋那么烦人呢？这得过来呀，你别给他poke了。先把这分女给我杀了。爆破鬼才，那鱼杀了，那鱼追螳螂呢，那鱼臭，那鱼还要起飞，往哪起飞？给我999一波，啊，他跑了，走吧，不能打了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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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路不拆了。我杀了23个，这么费劲吗？这杀23补了200来个刀，打这么费劲呢，兄弟们，这不是应该是一场屠杀吗？下路可以继续，没有了炸弹人，对面守不住塔，一个小鳄鱼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没有人过来跟我推塔？现在形势已经逐渐的走向我们家胜利，兄弟们，别推了，等大龙。现在这波就是等大龙，知道吗？对面中路一破，下路兵线一带，等一波大龙，下边团战一打，游戏结束。对面现在两个沙漏，不行我就保一手。你看对面的护甲，看到没？我们又没这玩意儿了，打不动，没有穿透。直接跑啊，全找我来了。不打，不给他减速。你知道你们杀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你不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。这种情况下还敢追，那就必定团灭。一波，我们家一个人没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能追了。我人如果走到这里，他们给我留住了，那这波可能我们家不一定能打赢。我人都走到这儿了，他还追，那就团灭的就是他们。如果他们不追，可能还能守一波大龙。拿下！